就要出嚟啊！呢、這個其實個節奏咧唔難去掌握嘅，但係你要肯定少少啊！呢、這個係正拍出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第一拍出咯。再嚟一次呢度嚇。其實咧，嗰、那個氣息，個氣好辛苦啊！係咩？呢個 key 係呢個係原 key 嚟嘅喎。係啊你原先唱係使唔使升降㗎？喺屋企練。喺屋企都唱到，喺屋企唔知係咪呢度緊啲咯？緊啲啊！咁你使唔使升翻多一個，升翻半個音嚟唱？好啊，睇下。好啊，試一試嚇。係佢本來係女聲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就點樣 apply 我哋金堂課嗰個基本功咧？哒哒哒哒哒，邊一個係最高音啊？最後係啦，個別字嗱，再嚟一次啦喎！個別字係你嘅 target， 同埋你個諗嘅時候係諗腰嘅呢一個闊度。嗯，拉開咗之後，個直徑要 hold until 個別字咧，再向外 push。OK， 嗱，再嚟啦喎，前少少呢句。方法一啲都唔難，但你的意識要很強，所以咧唔可能話一首歌即刻 modify， 即係話好似我哋想要咁樣嘅，好似你轉一個 file 咁，唔係話即刻成個 file 轉曬㗎。你可以選一啲比較明顯嘅句子嚟到轉，轉咗之後咧揾到個感覺啦，令到呢一個 operation 咧好輕鬆啦，好 easy 啦。咁你先可以慢慢做多啲，做多啲，係咁樣去轉嘅，唔係即刻去轉曬咯，嚇，要揀一啲去練習咯，嚇。剛才嗰個做得非常之好，好，再嚟嚇。
二三，剛才我哋練聲嘅時候，第一個音、啊、第二個音，或者係第三個音。啊啊啊！呢、這個心字，化作琴誒，得得同弦 ，exactly 係我哋嘅嗰個第二個音嘅兩個部分。啊、同弦，第二個音要點樣啊 ？Hold 住。Hold 住 ，very good， 嗱試一試啦喎。化作同弦结，好，呢度尾巴吓。千万里化作同弦结。Very good， 呢度好少少，但系仲未够。未得未得。嗰、那个尾巴同弦个音字啊。要去到盡，推翻盡少少，同埋個節節呢一個向外嘅肌肉嘅 push 呢一個動作咧，仲係要明顯啲，同埋咧嗰個嗰、那個線條仲要再加翻長少少，好唔好啊？都。